大家好，我是邓丽君，很开心和大家见面。今天在现场，您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吗？好的，那我就清唱个几句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你的虚拟形象可以是像真人等级的，就是 photorealistic 真人等级，而且可以实时的让你在不同的一个荧幕上面，你可以去操控你自己，实时真人等级的面部跟身体操控，它将会成为元宇宙非常重要的一个助力跟它的基础。人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